Hello， 今天吃八拼千层，这个红丝绒的。珍珠奶茶的，它珍珠 QQ 弹弹的，每天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芋泥的，抹茶奥利奥，抹茶味好浓郁啊。这个是我最期待的奶黄。这奶黄的，哇，流心，吹爆这一碗，这碗特别好吃。最后一块，巧克力。很多巧克力夹心哦，这个好纯正啊，吃完了，今天又是甜甜的一天。这八拼的话，最好吃的是奶黄的。今天先吃到这，拜拜。